今天的十分访谈，我们要谈的是习马会。是海峡两岸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上个星期六在我国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可以说是全球备受瞩目。是见面的时间啊、地点啊、任何的动作都成为了讨论的焦点。是，而习马会之后，两岸的关系会不会开启新的局面呢？我们欢迎李明江博士以及曾慧毅博士，欢迎你们两位。欢迎。那当然，首先要问问两位的就是这次哈、备受瞩目的这个会谈呢，两位是怎么看待的？我觉得它还是有很这个深厚的历史意义的，因为两岸领导人66年以来从来没有正式见面过，甚至偶遇都没有发生过。那么这一次呢，是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啊，准备这个会见，而且是这个正式的会见。那么它从这个历史角度说，它的确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当然，它具体有什么效果，会有什么大的影响，我们先不说这些。对，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是的，曾博士呢？我想这次的会面，第一点就是为过去从1993年发展到现在的两岸关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们以和平开始，然后慢慢的希望化解歧义，希望未来的10年20年继续以这样和平发展的方向继续定调，不管是谁最明年1月。当上台湾的总统，所以这一部分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为过去总结，为未来定调。曾博士提到总结啊，您怎么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会谈会是一个九二共识之后，相隔那么久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会谈呢？两位怎么看？总结，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过去这7年两岸关系发展的比较正面、比较积极，主要是马英九做这个总统领导人，在他的任下实现的。还有呢，就是呢，他两岸过去这几年呢，这个良性互动，它有一个基础，就是九二共识。那么这个时候呢，现在是这个，两岸这种正面发展的这种趋势，现在受到挑战。九二共识也受到挑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习马会主要就是说，把过去的东西再回顾一下，然后呢，再巩固一下，然后再看确定一下将来的这种发展的方向。所以李教授，为什么习近平会在这个时候见马英九呢？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大家都知道，我相信这个中国领导人也是非常的清楚，就是马英九他过去这几年，尤其是这个台湾岛内的民众对他的这个看法其实并不太好，认为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没有决断力的，而且这个执政的效率、执政能力也比较差的，这个就是马英九甚至整个国民党的在台湾民众的形象受到很大影响。而且他又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跛脚总统，他任期不长了，还有6个月左右。是，习近平当然知道他什么事情做不了，跟他不用讨论什么大的事情，也不希望他能再能给两岸关系能够做什么这个影响深远的一些事情，不可能。那么他一定不是说希望这个马英九做什么，而希望别人能做什么。他希望别人做什么呢？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个希望台湾民众能做什么事情，第二个希望这个民进党候选人有可能成为总统的蔡英文以后能做什么事情。是，所以曾博士，我能不能就这样说，台湾总统选举其实间接的推动了这次的会谈？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一个就如果不是明的一个推动力，它也是一个台面下暗潮汹涌的一个推动力。那简单的说，这一次的会面的时机点，当然刚刚李博士也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它是整个算是一个友好氛围的一个塑造。那我想有两个层面我想特别凸显出来，一点就是说，因为马总统的确做不了太多事情，因为他即将下台，那下一任上台的目前看起来可能还要再经过一段观望期。所以当你可以预见未来短期内实质的结果不可能有突破的时候，你友好环境的维持更重要。这就是务虚的意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习马这一次会面对台湾的民众来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现在的台湾跟过去的历史做连接。因为非常清楚，虽然66年来没有见面，但从民主化以后，甚至是2000年以后推动了这样的历史教育，让台湾的年轻人跟过去历史的那一段记忆是很剥离的。是这个部分，我想他习马会有一个隐含的用意，就是这毕竟是66年来的过程，请不要忘记你们的祖先，甚至只是你们的父母亲是从大陆过来的。所以我想这两个层面可以
可以让我们高度的去肯定习马会这次的意义。是，上个星期六习马会选择在66年后的今天在新加坡这个地点举行会晤会谈，特别的原因是什么呢？哇，这个非常清楚，就是说因为过去这一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马英九这边呢一直在建议要做这个马习会，但是呢中国大陆方面呢一直比较犹豫，这里面很多的这种政治上的一些敏感的问题，比如说身份，以什么样的身份啊，然后呢或怎么称呼，是，然后在什么场合，这个场合尤其的重要啊，不太容易决定下来，因为对中国大陆也好，对台湾方面也好，如果在大陆举行，那么台湾方面可能会比较难以接受，没错，那么反对党会说你看矮化了，你去进贡了，你去磕头去朝拜他了，是吧？是，然后在大陆这边呢，如果到台湾来举行这个会见的话，那么大陆这边可能也接受不了啊，因为我是中央政府啊，是，我是政党，我是大国啊，不可能接受这种只能通过第三方，对，只能在第三方，在第三国，在第三国的话，第三方呢以前有考虑过，比如说在澳门或者香港，那么这个呢可能性是有，那问题是就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可能台湾方面还是不能够接受，因为都回归了，对了，它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还有就是过去的香港这些年，尤其对大部分台湾民众来说，好像中国大陆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的这种政治上的打压比较厉害，那么你去的话是不是这个支持这个北京对香港的这些政治上的这些方式这些政策，所以呢就没有办法，那就只能在新加坡。那么新加坡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含义在这里，就是因为90年代初的时候，新加坡在两岸关系里面起了很积极的作用。王国会谈是啊，以至后来这一些积极的发展，实际上为过去这几年两岸关系的这种互动、积极互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新加坡呢，也是有这个对两边关系都比较好。没错，新加坡领导人对两边一个老朋友，一个好朋友嘛，对，是很中立的，串联两岸的桥梁。是的，对。那其实我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哈，各自都有掀开不同的这个火花。其实在台湾方面呢，其实对于马英九总统所提出的5点主张都有各自的意见啊。能不能请曾博士大家提一下说，这次会谈之后你觉得他所提到的5点主张对两岸关系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其实我认为马总统提的5点主张两岸一直都在进行，他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以譬如说马总统提到降低敌意，但是已经这么密切的经贸人文往来，这就是实质上的一种降低敌意跟友好的展现。所以其实马总统提到那5点，我认为除了他在重新肯定他过去7年来两岸政策讲给习主席听以外，他其实可能也在告诉下一届要变成台湾总统的一个民进党，或甚至台湾现在所谓的公民势力、新势力这些年轻人，告诉他们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这是必须要做的。所以我想这5点台湾民众不会有人反对，但现在问题就是说台湾必须要认清楚说譬如说降低敌意，所谓的敌意是来自于中国还是来自于你台湾内部的分裂，因为台湾的社会非常的分歧，当你的社会撕裂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很难理性判断，这不是导弹部署就可以解决，是的，很容易被操弄被渲染，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我想马总统他现在很清楚看到台湾作为一个民主体制，他必须要面临的除了他的竞争对手、谈判对手就是所谓中国大陆，他也必须面临内部人民的一个意见的一个制衡，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不管是谁上台，台湾政府的管理能力、统治能力、政治能力持续弱化是可以预见的。那这个时候就非常有意思，因为中国它毕竟是一个中央中原政体的一个状态，中央跟地方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状态底下达到一个平衡，这个是两岸关系未来我想最根深蒂固一个挑战。除了刚刚我们听到曾博士提出的这个降低敌对状态，那是马英九总统提出的其中一个就是主张，其他的4点主张包括了巩固92共识、扩大两岸交流、设置两岸的热线，还有两岸共同合作致力的振兴中华。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李教授，中国民间方面呢怎么看待习近平他提出的4点的意见？在大陆这个民众包括很多精英基本上是对这个习马会是很支持的，看法都是很积极的，对这五点基本上也是没有太大问题啊，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唯一的就是这个降低敌意，尤其是在马协会这个闭门会议里面，马英九有提到说，这个中国部署飞弹这个问题，希望这个习近平能够表态，能够挪一挪位置，挪位置或者是目标，
对，做点事情符合更加符合台湾的期望。嗯，但是很显然，这个习近平没有太正面、太详细的回应这个问题。嗯，因为它涉及到中国这个国防政策，是，而且涉及到中国对这个处理两岸关系里面一个底线，就是嗯，不能够放弃完全使用武力这个承诺。嗯，因为它的官方政策就是这样的，就是万不得已还得动用武力。对啊，所以他不能做这种承诺。对，对习近平来说，就是两个事情最重要。这次你看，所有这个习近平，他在这个就是记者在场的那个开场版，嗯，啊，还有就是这个国台办主任的那个新闻发布会，嗯，其实他中心就是体现两个：第一个，一个呼吁；第二个就是一个更强化的一个政治原则。那呼吁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习近平他的讲话，还有这个国台办主任的那个记者招待会，基本就是说，希望这个台湾民众能够从换一个角度来看两岸关系。什么角度呢？就是以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中华民族振兴、嗯，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么一个宏大的这个伟大的远景的来看两岸关系，不要拘泥于说什么这点价值观啦、这点什么利益啦、什么这个等等等等。是啊，第二个呢，就是习近平呢，他反复在强调的，就是要有一个更明确的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嗯，这一点呢非常的突出啊、你看这个习近平他的那个在记者在场的那个讲话里面，没有提任何实质性的合作。是，实质性合作都是马英九提出来。为什么马英九提出来？他必须要回去跟党内要有交代。嗯，没有实际成果，他回去会被臭骂的。是的，所以他必须得有实际成果。你看他记者招待会也是，他反复强调。我取得这个成果，那个成果，一二三四，一个一个的，他一直在说这个。了解。那当然，其实呢，这个会谈之后呢，紧接着在两个月之后啊，台湾呢就必须要进行这个总统选举了。嗯。到时的这个结果呢，可能也在这个会谈之后呢，成为了一个大家玩味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很大的行为。所以不管这一次他们两面的这个会晤有没有正式的一个结果，我们都看到了，这毕竟是66年后历史性的一刻是实现了。是的，我们有幸可以见证这个历史啊！谢谢两位今天来跟我们谈这一段，谢谢两位。好，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到这个事情有约的面部网页去留言。是，我们稍后回来有第二段的新闻内容，稍后见，别走开。嗯。